Google 다녀봐. 우리 이상 Google 선이상 스마트폰에 Google가 밀려들어 샤증해. 무슨 이세들의 무슨 이 왕경물에. 第二次进来的是不是就把灯关掉了？第二次进来就是说第二次进来就关灯了。 两次把手插在我腰上，我拿了还拿了个吊瓶的时候呢，还说了要我把手放在桌上了，要我趴在桌子上面了，我就没说，我说没事，我就用手抓着那个打吊瓶的那个挡子了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还反过背了。 我说，哎，我不得脱了，你就是不是做检查了？你要讲呢？你做了什么呢？你把你的生殖器插到这里面去了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医德啊？可以当医生了，我们医病人在这边看病把健康。 甚至把生命都交到你们管，从医生上都交到你们手上，你就这样子在那地方啊，我三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，你就有个闻所未闻。 看视频，上澎湃。